在这个世界上，有许多身陷绝境的女人，根本不敢把自己的遭遇讲出来。她们大都选择了沉默。我只能把自己置之于死地，才能求生。你他妈装什么装？苏蕊她特别爱我。你就那么确定她爱你吗？我就剩这么一个闺女了，就算是天塌下来，我也给她担着。你疯了？你如果自己给自己的女儿收过尸，你才知道那什么叫疯。不光是我，你们也逃不掉。不是一场简单的意外，是谋杀。现在最好的办法就是把所有的秘密告诉那些正在处于痛苦当中的女性。你要重新开始生活，你这么一直纠缠下去，你是走不出来的。加油！你说我们从这么后，我们能看到一次吗？